区活动中心传来一阵阵歌声，原来是行动式老人文康休闲服务车开进中和区建和里。里长江小佩长期鼓励长辈们走出户外，办理许多关怀银发族的活动，长者们开心地唱着卡拉 OK， 陶醉在音乐中。我们本月份呢，办理这个老人文康休闲卡拉 OK 巡回活动，主要也是希望我们里内的长者能够走出户外来参加里内的活动，唱唱歌，让老人家能够获得最大的生活的享受及乐趣。提供就是卡拉 OK 车，然后巡回式的，在新北29区，就给偏乡或是都会区或是郊区的长辈，然后一个唱歌的平台或是表现自己的平台。然后我们车上除了有卡拉 OK 的服务之外，就还有我就是社工，我会进行一些那个政令宣导、福利宣导，然后会进行有奖征答。然后除此之外，车上还有那个茶点、饼干供长辈享用。新北市社会局提供的老人文康巡回车服务，不仅有卡拉 OK 欢唱，还有热情的志工向阿公阿嬷宣导福利政策，现场准备点心和饮料，让每位长者开心无比。年长的长辈可以有娱乐的地方。今天非常感谢有我们市政府的这个政策，还有也感谢我们里长的配合，也感谢你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很辛苦，很用心。我们这里里面他们都很喜欢唱歌，大家都很就是娱乐哈，性都很喜欢。啊，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唱歌，大家心里都觉得好高兴，好开心哦。有兴趣的长辈们，欢迎礼拜二早上前往活动中心共襄盛举，一起热活人生，就从踏出家门开始。中嘉新闻罗志忠、陈嘉云综合报道。